主持人露露。大家好，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非常了解，每期的明星站起来呢，都会邀请四位各路大腕和我们四位非常优秀的二人转演员一起来进行一帮一一对红，把我们东北人特有的这种快乐方式传进千家万户。嗯，那今天呢也不例外，同样也为大家请来了四对搭档，八位嘉宾，闲言少叙，以上我们说的都是闲言，掌声欢迎八位搭档闪亮登场。有请。根本就上场了，你怎么稀里糊涂的？人家是特意设计的，你都应该背我上来，合计你用不着戴面具就没用。我想抱着你。考虑到你身体情况，欢迎各位。好，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第一对搭档当中的女演员，她就是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获得者，电影《夜上海》当中周璇的扮演者。我们最初认识她是79年的一部轰动全国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她就是著名影视演员沈丹平。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个舞台和大家见面，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和我们一起玩得开心。欢迎丹平老师。第一组的男搭档，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是在我们乡村爱情当中长棍村长的扮演者，优秀的二人转演员王小耿。朋友们，我挺好。谁问你了？你们比我更好。欢迎第一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第二组的男搭档，就是凭借一首《春水流》火遍大江南北著名的歌手影视演员黄格璇。大家好，他身边站着这位美丽的小姑娘是非常优秀的青年二人转演员王悦。欢迎好。那下面我们来一认识一下第三对搭档，这个女演员呢，她就是在2006年超级女声辽宁赛区当中获得冠军的，在全国比赛当中获得第4名的著名的歌手艾梦萌。欢迎萌萌。大家8点多钟好。